队友的一记直传球。嗯，这个球啊，先踢啊。嗯，其实胡安并没有失去位置。嗯，然后还在防着他。嗯，那么守门员的这个多尼也没有失去位置，位置也很好。嗯，但一步就这一脚球啊，从好像是从胡安的右侧，这个多尼的左侧，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缝儿。嗯。蒙塔里送出直线球，哎，伊布呢还做了一个视线假动作，好像要往中间前一带。哎，这球啊，哎，他就是打得坚决。对，嗯，球控制的合理。对，这个球呢，问题更多的在于胡安。啊，胡安，我们说啊，本来其实一个能力很强的队员，但是久伤之后，突回战场。哦，漂亮！哎呦，这是谁啊？西西尼奥啊！哎，西西尼奥杀到了对方的门前，第一脚攻门被塞萨尔扑出来，紧接着头球补射顶偏了。嗯，走，哎呀，